我想这个基本上就已经反映了，在地选民他希望团结政府的这一个方程式可以持续，这是选民的一个选择，这是选民的声音，我们必须尊重选民的选择，也希望对，也代表说团结政府的这个模式可以为马来西亚政治包括经济民生带来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也希望可以在短期中期之内给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地方民生发展带来比较大程度的助力。